绿巨人来了，我心意是绿巨人。那你是谁？我是班长。你是蜘蛛人，我心意是绿巨人浩克。啊！绿巨人要打蜘蛛人了，打！进攻！呵！翻跟头！要蹲在地上。哇，蜘蛛人就是这样子。那这个是谁的衣服？绿巨人的衣服，哎，绿色的。哦，啊，那个是什么的帽子啊？蝙蝠侠耶！哇，你是谁？你是蝙蝠侠。哇，你也是蝙蝠侠，有两个蝙蝠侠哎。为什么你们两个都是蝙蝠侠？来，你们两个摆战斗姿势，好，战斗姿势。要停住啊！战斗姿势要这样，呵。好，要这样，呵。蝙蝠侠打败蝙蝠侠，结果蝙蝠侠的臭袜子掉了。哦，还有美国队长，这次谁要当美国队长？这是哈利波特蝙蝠侠。好笑，我听到。蜘蛛人，哇，等等等等等。